毛茸茸小的时候活泼可爱。长大以后，他也幽默风趣。1984年，毛茸茸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。当他第一次拿到工资和奖金时，他特别兴奋。到了礼拜天，他首先买了平时用的东西，比如牙膏、毛巾等。然后就去理发、洗澡。回家时，他看见正好有一家高级餐厅打折，于是他很得意地走了进去。餐厅里客人很多，很热闹。毛茸茸点了一份玉米山药骨头汤。大概十分钟左右，服务员把汤送了上来。这汤确实很高级。里面有金黄的玉米，白色的山药，新鲜的骨头。还有绿色的香菜叶子，闻起来非常香。但是毛茸茸没有喝汤，他对服务员说：“这汤我没法喝。”服务员问：“您的汤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毛茸茸看着服务员，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汤我实在没法喝。”服务员很耐心，很抱歉。如果汤不咸，我建议您加一点盐。要是汤冷了，我去厨房帮您热一下。毛茸茸说：“谢谢，不用。”这时餐厅经理走过来问：“这种汤是客人最喜欢点的，它的味道特别好，您先喝一点尝尝看。”毛茸茸笑着说：“我没说这汤味道不好。可是我还是没法喝，因为你们没放勺子啊。”毛茸茸小的时候活泼可爱。毛茸茸活泼可爱，常长。长大以后，他也幽默风趣。幽默。1984年，毛茸茸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。毕业，参加。当他第一次拿到工资和奖金时，他特别兴奋。拿工资、奖金，特别兴奋。到了礼拜天，他首先买了平时用的东西。礼拜天，首先，平时，
用。比如牙膏、毛巾等。比如牙膏、毛巾等。然后就去理发、洗澡。然后理发、洗澡。回家时，他看见正好有一家高级餐厅打折。正好，高级餐厅打折。于是他很得意地走了进去。于是得意的餐厅里客人很多，很热闹。餐厅客人热闹。毛友友点了一份玉米山药骨头汤。份米汤。大概十分钟左右，服务员把汤送了上来。大概左右，把汤。这汤确实很高级。确实，里面有金黄的玉米、白色的山药、新鲜的骨头。新鲜，还有绿色的香菜叶子。绿叶子。闻起来非常香。起来。香。但是毛油油没有喝汤，他对服务员说：这汤我没法喝。服务员问：您的汤有什么问题吗？毛油油看着服务员，开玩笑地说：开玩笑，这汤我实在没法喝。实在。服务员很耐心，很抱歉。耐心，抱歉。如果汤不咸，我建议您加一点盐。如果咸，建议盐。要是汤冷了，我去厨房帮您热一下。要是厨房。毛油油说：谢谢，不用。这时餐厅经理走过来问。餐厅经理。这种汤是客人最喜欢点的。种。客人。它的味道特别好。味道。特别，您先喝一点尝尝看。先尝。毛油油笑着说：我没说这汤味道不好。味道。可是我还是没法喝。可是还是
因为你们没放勺子啊。放勺子啊。风趣玉米山药骨头金黄香菜闻没法不用